中华武术博大精深，健身强体传播四海。太极拳表现我们中国文化几千年的这种传统那个国粹吧。请看本期节目，李荣女士谈中华武术。欢迎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节目。中国武术历史悠久，博大精深，深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喜爱。历史上呢，很多人投身到中国武术的锻炼与研究当中。在海外，武术同样受到了大家的喜爱。来自加拿大的华人李荣女士呢，在海外成立了多所中国武术学校，并在台湾成立了李荣武术保健中心。李荣女士说，在海外从事武术教学的过程当中呢，她有很多深刻的体会。今天呢，我们把李荣女士请到演播室，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。欢迎李女士的光临，谢谢。那么在我们今天谈话之前，我们一起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您的基本情况，一起来看一看。李荣女士1962年出生于万县，八岁开始练习武术。1979年考入成都体育学院，1983年参与四川武术大全的编纂工作，1990年移民加拿大，1992年在加拿大温哥华成立李荣武术保健中心，创立了三星太极拳。十年期间，李荣女士致力于传播中国武术文化，分别在加拿大、美国、中国成立了武术学校，推广三星太极拳。教学期间，经中国武协的考核，李荣女士个人获得武术七段的成绩，并成为中国武术段位制驻加拿大特别联络员。那么首先欢迎李女士的光临。我们知道你是四川人啊，像四川呢应该说是中国武术这个之乡，这个是武术的发源地之一，像峨眉山啊、青城山都是中国著名的，名山大川也孕育了丰富多彩且灿烂的中国武术文化。那我想像这样的一些文化，传统文化对您今后从事这种武术这个事业是不是非常有帮助呢？当然有很大的帮助，因为我从小生长在四川，就是万县哈，16岁就到成都，所以上大学，在这过程中由运动员，然后再读大学，再到教，以后到四川省体委做教练，武术教练，这个整个过程当中都是一直在从事的武术的那个训练跟教练的工作，特别是在那个1983年到1990年，